大家好，我是张泰山，我在杨氏罗丹诊所。现在的时间点11:53，12月14号。我开始掉头发到现在应该有20几年，应该刚开始会，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开始掉头发，我一直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年纪轻轻开始掉头发，很没办法接受，然后就用了很多的方法，然后很多的治疗模式，然后都没办法。然后一年的过去之后，到时候觉得啊，那就把自己用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头发整理，不要再想留什么头发。我想要改变造型的契机是在某一天在球场上，我的学长从国小啊一起打球到现在的学长，他跟我讲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改变了什么，或者是你觉得我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，我在我的身上有一些改变。然后我就说有吗？其实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他的头发变多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在杨氏罗丹诊所这里做治疗。那他说他帮我去跟杨医师聊一下。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考虑说，我已经20几年都已经是这个造型了，我到底还要不要，需不需要？可是看他那种越来越年轻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不妨也试一下看一看。可是我怕。反正应该，我现在是教练了，现在啊，改变一下造型，应该球迷们应该不会在意吧？对，我就想说啊，来试试看。对，我觉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会让人家充满自信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是没有救了，可是他却一直给人家感觉说，哇，这很简单，这很有救。然后你看看我很多那个成功的案例，甚至。头发比我还光的都成功了，那我觉得他让我更有自信，会有一些造型上的改变，然后大家就拭目以待。